阿难这些人凭什么见到阿弥陀佛的报身？前面说过，自己以清净心念阿弥陀佛，那个清净心就是他的功夫。 他要不修行，哪来的清净心？世尊在经论上常讲：“心静则佛土净。”心里怎么清净？有我就不清净了。我是一切染污的根本。所以读《金刚经》，你要特别留意。《金刚经》讲的。 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那清净心得到了。什么人呢？小乘须陀洹。那我们就马上就联想到了《大乘华严经》上讲的摄性位的菩萨，初性位。摄性是小学一年级。人家就做到。 四相没有了，清净心现前了。用阿难在会上，他就是须陀洹的身份，出国吗？阿难是真的出国，地位不高啊。 四相没有了，四相的习气大概还有。因为破四相，是出国到四国都是破四相。金刚经四相都没有了。那么我们就晓得破断这个见惑了。这个五种见惑。 身见、边见、渐趋见、戒趋见呢，程度不一样。须陀洹这是最下的，大概像考试60分的，上面还有70分、80分、90分的，阿罗汉到100分，通通修的这个法门。我们有我慧放下。 有我就有自私自利，就有名闻利养，就有贪嗔痴慢，就有很多不好的心情，这个怨恨恼怒烦都有，不清净呐。这个法门非常殊胜，也非常特别。 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，只教导我们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就这么一个简单方法，就能够念到清净心。菩提心重要，菩提心是你修行的目标方向。我修行要修行到什么样子？要修行到。 真诚心现前，处事待人接物都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菩提心的根，真诚呐。菩提心的自受用，就是清净平等觉。这自受用啊，清净平等觉。 就是方东梅先生跟我讲的，人生最高的享受，不是财富啊，不是地位，不是五欲六尘的，清净平等觉啊，这个是最高的享受啊。对待别人，大慈大悲，他受用是慈悲，都是出于真诚心。
啊，慈悲待人，这个慈悲里头有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，用在慈悲上啊，那多么感人呐！这样的一念心，念阿弥陀佛，跟阿弥陀佛马上就感应到脚，佛就现身给你看呐。啊，当然在此地，粘土如来威神加皮。啊，释迦佛加持我们。啊，像我们一般人想象的，代我们请求啊，请求阿弥陀佛现身啊。世尊代我们请求啊。啊，那么阿弥陀佛也有这个本愿。哎，给大家做个证明，让你看看是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这是一甚方便的随起根器，个个能见，所以阿难见到了。啊，要不然一般人见不到，见化身只有化身菩萨才能见化身佛。啊，不是化身菩萨怎么能见到化身呢？只能见到应化身啊，见不到化身的。啊，他见到是化身。啊，那让我们想到的是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生到极乐世界是生凡圣同居土，我们见报身如来还是见应身如来？啊，但是四十八愿里头确实是这样说的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，没有差别。啊，平等世界没有差别，那当然是报身。啊，因为佛说了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，阿惟越致是报身。最低的阿惟越致，大乘圆教初住以上，那他们都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，是这样的人啊，这样的地位也